有人发起8月16号要在全港的银行大挤兑，企图透过金融抗争给港府更大的压力。香港反修例示威持续延烧，警民冲突越演越烈，网络现在更盛传下一波的抗争行动。有网友发起8月16号全港银行大挤兑，呼吁民众提领出全部的银行存款或汇出到境外账户，企图发动金融抗争。而台湾的银行业在香港曝险超过1兆元，但并非以消费金融为主，金管会评估受挤兑影响较少。不过台股金融类股依旧被投资人大砍而下跌。Retail stores are closed. Restaurants lost half of their consumers. Hotel prices dropped to half their previous levels, and tourist numbers also nearly halved. 过去的购物天堂金融中心永景不在，星展集团就提出报告，首次将香港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值从2.5%下调到零，这恐怕会让香港今年的 GDP 表现在亚洲四小龙中敬陪末座。97回归以来，日本首次对香港发出旅游警示。与此同时，也传出泰国派出2架军机待命，纽西兰则提出紧急计划，必要时将展开撤侨行动。毕竟，香港局势已经嗅得出风雨欲来的氛围。不止 CNN 记者直击，穿军服的武警出现在深圳体育场，空拍卫星更清楚看到场中央停放大约500辆武警车队，而这里距离香港仅仅只隔着一个海湾。香港的特首办跟解放军总部只是一街之隔，但是示威者历来并没有冲击过解放军总部，最主要是大部分香港人都相信，如果出动解放军，对香港的未来并没有好处。就怕紧张情绪一触即发，美国总统川普提出希望大陆以人道方式处理香港问题，他也愿意和习近平展开面对面会谈。香港的下一步怎么走，牵动全球局势，各界都在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